推起来。这个球在很多职业赛场上都不一定有这样的动作。有机会的话就是能落到三的话那更好，但是目前这个位置的话就是还是落四比较更好一点，因为五号位对抗什么的比较吃亏，然后但四号位就是防守进攻一些的话可能比较适合我这个位置。先上大学然后还是努力训练吧，因为大学到大学了还有 CUBA 还有更强的对手，如果说有机会就是能那个参加选秀就是更好。
但是肯定还是以 CUBA 的冠军这个为下一个目标嘛。我跟吴永豪就是苗哥，他我俩关系算得很好，就是他之前初中就是清华附中，我俩初二初三就是一起玩，一起打球，然后这会儿关系比较好，有看比赛，然后有些交流什么的。因为他之前在美国压力也比较大，然后也跟他聊什么的，但现在确实这个成绩确实就是我们都没想到，确实打得非常好。关注你是在那个两年前，好像你参加了一个那个篮球无疆界的那个NBA， 对对对，当时是能大概讲一下那个活动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？当时就是全世界几大洲，然后就全部去那边美国那边一个夏洛特集训，那边对手的话就是非洲那边的比较多一点，身体素质都非常好，其实身体素质给我上一课，让我惊呆了。然后就那个活动相当于是一个提高吧，就是先见识到同龄人，大概都是零二年的，还有03年，大概都是同龄人，然后见识到全世界同龄人的一个水平，还有身体素质，确实这身体素质给我就确实惊呆了。然后也知道自己的差距，差的也比较多吧，然后差很多，身体素质什么的就慢慢回来练呗。